不是去弄让你马桶，我跟你不要啦。这个是不是可以拿那个直接戳吗？可以啊，但是搓比较少吧，稿子比较快啊。啊，那个拿稿子的嘞，对，是。拿稿稿子子来。嘞？好。要去哪？二楼。二楼右边，怎么有人倒了？这边。好可怜哦，我帮你打一下警察。我来帮你了。哎，很多警察，很多警察，回来一点，回来一点。好，他死了，他死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看一拜下，拜。他是青色跟红色钥匙啊，不是青色钥匙跟红色卡片，讲错了，讲颠倒了。是啊，我要去哪里？右右边，边，右边，右边，上二楼右边，来来来来右来，边去找小看雨。到我，来，找我，色，找我，找我。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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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雨，护士小旁雨。边，我来医护室躺一下的。你要干嘛？要那个戳下面那个通风管。我下面我绕痛。看小雨哪一个？这边，这边，这个。敲那他。我在外面绕一下警空察，白，你空们。白，空白，空白。干他吗？他是卡片。他已经打过啦，没有用，他啊。只是要揍我。好了。拜拜，再好见，了。拜拜。拜拜。然后嘞？好，这样就好了。那嗯。其他交给他其他人用，因为我等下要爬通风管进去。嗯，感谢雅思的火箭。那我先收起来哦。点喵名。喵啊！这个虫子是0.0啊？怎么了？好。哎，如果这个时间去捡那个通风管会有事吗？会啊。就想去直接捡起就好。我也很认真，好不好？现在我不知道干什么而已啊。哼哼，这个是那我拿我的小剪刀去剪一下看看，看我丢没。好，可以啊。楼梯是往上的、欸，哪个楼梯？会剪开网子之后是往上的、欸，通风管吗？对啊，赶紧，赶紧来，嗯，上面有个楼梯。嗯，工作时间，先去工作。好，我先把它解开。认真的蜜蜂，发现鼠患开哪边？了。那个啦，杰克的厕所。哦，看看我看看看看这什么，动作快点，小雨，很快了，很快了，很快了，没有这里啦，没啥东西啊，这叫好我啦，废哦。叫我，你上去没有？那东西啊、他就是到那个要青色钥匙进去的那一间，可是里面没啥东西啊，里面没东西啊、就一个铲子，一个锉刀。哦？啊，你那也不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有用到青色钥匙的。嗯，等一下再来看都快结束，我看做完啊，了。我过不去这里。哎、欸，我要不能去工作了。单次才会开除你。嗯，还是你东西丢给我？不用啊，他们已经好了，他们开没关系。了。这里还有一间呐、啊，哪里？你在哪里？在左上一楼的左上，要出来室外。左上。这里还有一哦，间有用有青有，色工钥作匙到的，工作到。小雨还有，还有下面一个可以捡，对不对？对啊，还有可以捡的、欸。可以可以，我等下去，等我一下，我刚去点那个工作的名。这因为里它还是剩，往下，它是走到楼下右边，嗯，它那不是往上，是往下。上面还有个铁丝网啊，这边可以逃跑是怎样？在哪啊，里？有一这个它个，有一个逃跑，就是单人的啊。那个是单人，哦，这么自私，想自己逃自私到家没有，靠！问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小时候多有一个逃跑，搞不好可以四个人挤是这在里个面吗？啊，对不对？太喜我了！最近就是闲置，哎，对啊，我一个看人哦。进去就塞满了。他不讲话哎。哪这里？个还要再把它弄开。哎、欸，这不用，这不用。
你们在动物馆里面走来走去吗？这下面就直接可以走进去的那个啊，办公室啊。哦，楼下办公室。可是这个拆开会被发现啊。对啊，所以就不用啊。哎、欸，那个不用理他。什么东西？这里。对啊。這個、哦，这个可以摆一个东西上去，对不对？就是应该可以放那个吧，垫高的那个梯子吧。所以我们要桶子了吗？还是要三个桶子啊？我刚刚有一个桶子放地上，啊，不知道被收走了没？不知道还在不在？桶子不会被收吧？除非放太多东西在地上。就不知道啊。桶子是几等的？嗯，没有油漆桶。桶子，二等油漆。哦。晚餐时间。先把围巾。不要那边乱挥哦！我警告你哦！回到我这是直接骂你三个字的、哦，送你三个字哦。对啊，还是你想要五个字的？可以不要有字的吗？不要有字哦，要英文没有字的，那就直接开走喽。怕？不要有字摔耳机。气。哦，两个油漆罐了。好，好，对，我们要找油漆罐。我走来走去都忘记自己要找什么了。油漆罐，哎、欸，有铁锹，哎，先拿走好了。哦。这种稀有物品都是要带走。打火机也带走好了。好像都不是第一次玩这关吗？怎么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有？也不算第一次玩到烂了、喔。刚刚那其实那边好像也要卡。所以我们来插个游戏桶。嗯。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要用青色钥匙的，要可以开。有啊，我这里有，要去吗？走啊，去看看啊。现在只有时间，带路。这边，里面还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对啊，这边都没啥东西啊。也没东西啊。对。罐装油漆吗？对。哦，这边有，拿到一桶。来二楼。他的就是那种。他有那个啦，铲子跟锉刀、啊。来啊，来找我。他什么护目镜、对讲机、啊？哎，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去拿。好像都没用哎、欸。钉子啊，钉子，我拿一下，加进来。给我，那、啊、你给我啊。哦，耗我20%。哇。他就用一次10%。那感觉青色钥匙好像都没什么用了、欸。那我们要想办法弄其他钥匙啊。对呀、啊，没关系。看一下可以做什么？我好多锉刀啊、哦！你们有没有人那边可以借我藏一下？我的暗房已经没得藏了。对啊，我的也是。还是去帮我开一下那个。你说藏在是？武器啊，对啊。好啊。点名喽、哦，很重要哦。好像可以挖哦，你等我一下。我有铲子啊，如果你们有需要。我要在你那写个铲子。哎、欸，不是坐上去，不是坐椅子，不是坐椅子，哎，帮我开一下。还是我们要去找找看，找找看红色的卡。红色卡，我因为中间下面不是红色、啊，有红色卡，我们有红色钥匙，知道红色钥匙是哪一个、啊？要钥匙吧，它没有那个读卡机啊。对啊，它是钥匙、啊。不要拿钥匙。嗯。哎、欸，这个没有那个，要不要做一下它？好啊。有什么？没带钱。因为它没有图示啊。小房哦。啊？怎么换刀哦？我也不知道。啊，到了，红色的。哦，可以吗？我现在来得及吗？不行，我现在丢会，他会冲入房间。你现在进去就会那个了，不行。对啊，就算，反正知道是他了。嗯，
等下可以注意，我这边有。快召唤出撒旦！你那边如果还有那个，Hello。青色门卡好像卡丁车的角色哪一个啊？那个、喔、小蜜桃，小蜜桃，小蜜桃，那个啊，泡泡王的、啊，我忘记了，我没有说在玩。角色他捏的定义是小雨、欸，不是，那就一样啊，不是一样。我、啊、跟你讲，如果衣服换成橘黄色，你又说哇，根本是小雨。不是啊，这一关都没有读卡机啊，反正就是看我的世界，看自由军的花花，感觉这一关的卡片都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都没读卡机，没有读卡就不能救、嗯、对啊，比较可惜，嗯，哎、欸，我可以马桶装东西，然后不冲走的。野海豚，没事。你说不把它冲掉？对，我以为跟熔炉一样，就放进去不要烧，塞在里面。结果他还是要把它烧。他不懂越狱这个游戏，没关系啊，我也是乱玩啊。没关系啊，我们都乱玩。都是乱玩的，就是想办法找到适合的工具、适合的方法离开就对了，没有一定。嗯、对。欸、嗯风向标那个怎么在我的箱子里、欸、第二个了吧我记得我的那个已经做好成那个啦嗯我想说怎么会电的在我这边风向标我这边有一个、欸、到处都有应该是有多刷嗯东西应该已经刷新了吧嗯没事、yes. 啊我的已经做成避雷针了好点到哪里的？有点怕哎、欸。你说哪一个？那个要门打过去的。门打过去的。敲墙壁的，在二楼那个。嗯。你说在通风管里面那边啊？对啊。他那是往上吗？我看一下，往上到医务室。行，对，我在医务室里。其实可以给你看地图啊，右上角地图点一下，你就会变成。全开的地图上下楼，浪费了，不浪费啊，就老鼠叫、啊，怎么会有老鼠叫？我不知道，刚才有老鼠叫、欸，我啦，小雨在那边乱吸，哦，吸嘴巴，对呀、啊，那就是啧啧声的另外一个方法，还要用那种剔牙声。嗯，我想走啊，你不让我走啊，小雨，还骂你，小雨。发现损坏，发现损坏了。等一下，那边吧。铲子锉刀。对啊，就是那里面都是铲子锉刀，然后什么对讲机、护目镜之类的。右上角进来过吗？右上角，一楼、二楼，二楼，你说在有那个医疗床的那边吗？进去过了，啊，都赖打，那边进去过了。马桶比较大，可以走。太猛啦！修复损坏是哪里的？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其他颜色的钥匙吗、嗯？红色或、啊、红色或绿色。我这边可以。红色是中间下去那边有路。中间下去那边。我这边可以做两个。嗯，对啊，警察那边，警察那边会有东西吗？这是警察办公室，你说要进去里面找吗？要试试看吗？可以呀、啊，那就找红色钥匙的咒喽。嗯。可以啊，我已经看到一个红色钥匙在一楼的右侧，一楼右侧。那我带那个复制的这一部，我要拿美术颜料扁它。等我一下，我来了。好了，我就扁了。好了，我来了。好，
是啊。好，赶快出力，然后我要去躲起来了。旁边有地方可以躲，不行，不能进去。绕一圈。没事，我吃完了。哎、欸，等一下，还要回房间，冲啊，回房间喽！可以，好了，我要先回房间等着。不要啊，他们钥匙收走了。钥匙不是掉地上了吗？掉地上啊，可是他们对啊，返回牢房。对啊，然后他们捡走了。啊，我要去削土豆了。你要去削土豆了。我要去小土豆了。我很乖，我躺在床上。我看我可以绕几个，要拖时间呐、啊，你绕不过啦。哎，我躺着睡个觉。我已经躺着了。狗狗。啊，狗狗，这个攻击距离好远。你要被搬走了吗？搬走了，我小土豆了。土豆王者，去削土豆吧。土豆王者吧，就是你了。我没有啊，我在那个啊。可恶！我假装很乖的躺在床上。我也假装很乖的躺着，虽然我才是复制的那个元凶。恐怖哦。